这边我就先停止视讯。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这样子片。好 ，OK， 好，这个主题是关于这个网页的技术哈。那网页的技术已经发展了不少的时间哦，大概差不多20年有了哈。可是就是看起来的话，未来的20年哈还会很蓬勃发展这样子片哈。所以这个很值得去学了解这样子看。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架构，就是这边的话是讲这个 web server 跟这个浏览器互动这样子看。好 ，web server 跟浏览器互动，那就是看下面这个图，下面这个图这样子看。好，可能在这边可能这个，哇，这个拉到好，好，这一边看下面的话，假如好。左边这一边是一个可以想象是用户端或一个浏览器，它会假如要连到伺服器的话，通常它会打一个，同学应该常看到，就上面这个第二行这个一个超连接，它叫 URL 这样子，就加一些这个参数，加一些参数这样子，后面问号后面这些是参数，传给伺服器。那伺服器收到这个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个叫 response 哈，回应哈，回应给这个哈，等于说浏览器哈。那浏览器再把这个内容打开哈。那下面最下面这边有一个问题说啊 ，response 会什么？其实 response 最主要讲简单就是一个网页哈。啊，可能除了网页，它可能也有图片，甚至有一些叫 JavaScript 的这个程式哈。那可能有影音。或有一些排版的内容，可能有不少的内容这样，所以它的互动简单就是启动一个 request 这样的东西，那再回应一个，讲简单的话就网页，类似这样的状况。那在这一边有几个规格可以把它记起来，就是说这个 Triple W 是这个是 OY Web 的缩写这样子 ，Triple W 这样子，这个是定义这个等于说这个这下面这两个规格，一个叫 HTTP， HTTP 就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一个等于说我启动一个 request， 就是传输协定，还有一个回应，就是 response 的结果，类似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网页的规格，叫 HTML 的内容这样子， HTML 的规格这样子， OK， 好， OK， 好。那这一张图的话，其实是再次强调，就是假如我们浏览器要上网，看到一个网页，我们就打一个超连接 URL， 那伺服器依据这个超连接，确定它可能有两种动作，一个是去档案里面找，那再来另外一种动作是在执行程式，不管怎么样的过程的话，它会就是会产生一个网页或找到一个网页 response 给浏览器，那浏览器的话再把它等于说在这一边的话等于说呈现出来，那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浏览器端它其实是负责启动这个 request 的，那还要负责把这个等于说 HTML 呈现，那伺服器端的话其实是负责管这些 HTML， 还有依据这个 HTTP 要求来回应这个网页，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架构这样子。好，看一下在这边有什么讯息这样子，可以聊天。OK， 好，那没有关系，应该是有声音，假如同学听不到声音的情况的话，请可能要做一些设定，请他们加一下。好，那假设我们要编网页，哇，有回音，我要找一下是谁回音，会是在场的同学吗？还是谁 ？OK， 哎，哈，何心意还是吴亦臻？啊，关掉。Okay， 好，对，好，这个好，这样好很多哈。好，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哈，在这边我们就是刚才有讲到，我们要有两种规格，一个是 HTML， HTML 是编网页，那网页可以用很多东西编哈，有一种那个叫那个Notepad 就是小作家那个是其实很阳春那可能就是那个是
可以讲是高手用哈。啊，另外一个叫 Notepad 加加啊 ，Notepad 加加这样子啊。啊，还有一个叫哦 Visual Studio 哦 ，Visual Studio 就是我们打那个 C 语言的程式。那还有一个 Dreamweaver 哈 ，Dreamweaver 是很专业设计网页的程式。那近几年慢慢的话，也有一些哈云端的这个哈网页编辑的哈这个哈这个哈对。网页跟程式编辑的工具，哦，这个可能在等于说未来有机会我们再介绍，哦，啊，嗯，今天可能先看一几个同学比较不熟悉的，哦，你可能看一下，啊，这个好，哦，停止，无语，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做展示。好，我们开一下哈，因为老师这边有装那个 Notepad 加加 ，Notepad 加加哈，那同学也可以装。那会后的话，我会跟同学，好，等于说还是请那个谁，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怎么装，这样 OK 好，可以请学长姐哈。好，假设已经装好了哈，那我有做一些设定之后，我可以新增一个档案哈。而且我这边比较厉害是新增的话，它就是一个 HTML 的档，在这边就 HTML 档，我就可以开始导。假如同学有新之前的投影片的话，可能在这边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打一个 H 开头的 T， 就是假如网页的话都是 HTML 开始它结束，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它会有 header 跟 body， 就是黑的跟 body， 内容是写在 body 里面，那黑的不一定说一定是需要，可 body 也不一定需要，可能没有 body 的话你就看不到东西，所以这一边通常 body 里面会有内容这样子，在这一边。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body 里面是放这个网页内容的，我们可能就可以放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标签，它是一个一个标签，好，我们就放一个标签就好，好，放一个这个，好，等于说 ，OK， 好，我们就不要 Word 哈 ，Word 哈，NCKU 好了，好 ，OK， 好，就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网页这样子，可以哈 ，OK， 好，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好，等于说，我有录影吗？OK， 好，有录影 ，OK， 等一下哈，那这个就可以存起来，好，另存新档这样子，那要存在哪里？好，在这一边你也可以存一个哈，比如我存在习惯存在这一边，在这一边有一个 TTT 里边哈，啊，这样存档对不对？好，存档，存到这一边，可能在这个哈，好，行 ，T1，OK，、okay， 好 ，T1， 好，这样好。它存的话是一个 HTML，OK， 好，那这样应该有了哈。我们看一下在这边有没有，看看这边有没有存一个 HTML 档，好，哎，没有存进去，漏气，为什么没有存进去？再存一次，另存新档啊，存错地方了，在 test 的 HTML 里面，所以应该是有存到那个目录里面，在这一边，在这个目录当中就有刚才这个 T1， 而且这个 T1 的话这个是刚才讲这个也是浏览器可以解读的，啊，我这边装了几种浏览器，啊，就可以打开，啊，所以就看到这个 Hello NCKU，啊，这个内容这样子，啊，那你可以用 Comi 打开，用 IE 打开，啊，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内容这样子，啊，只是说它的字型会有一些不一样，啊，类似这样的状况，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蛮简单的，啊，假如同学有装 Notepad 加加应该就可以用，啊，那除了这个的话，我们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刚才讲很多东西都可以
编这个 HTML 网页，哦，用小作家，哦，Notepad 的这啊这一边，哦，可能对的，哦，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哦，这一边可能看一下，哦，我们有一种，哦，我们最近常用的这个软体，哦，在这边找一下，哦，我们用 Visual Studio 看可不可以产生，哦，在这一边，哦，这是比较，哦，等一下的步骤比较复杂一点，啊，同学可以，哦，等于说看一下这样看看，哎呦 Visual Studio 这一边，等一下先放旁边好了，还是对对对 OK 好，等一下开这个 Visual Studio 好，对，好好，那 Visual Studio 我们之前都是编那个什么，编 C 加加的程式，那其实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不一定编 C 加加的程式，我们可以新增一个网站，它也可以做网站这样子。那我们通常我会选这个 ASP.NET 空网站，而我可能会习惯选这个 C 小的。那在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要选一个我找得到的目录这样子，可能在这一边。就选好，不要刚才那个那一个目录放在哪？啊 ，TTT 里面好，开启啊，确定。OK， 好，它有一个 TT1 的资料夹。我一点慢。好 ，OK， 好，那这样就启动一个专案，好，那这边有一些复杂，就是说，假如我要编一个网页的话，我要按这个，哈，应该是右键，哈，按加入，哈，加入这边的话，加入这个，哈，新项目，哈，新项目里面，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话，哈，就是它的功能很强，而就是相对很复杂，好，我们这边就要选 HTML 网页。那这个等于说，我们这边可以选一下，好，那个等于说，好 ，H1， 好 ，H 好了，直接 H， 好，新增，好，那这样的话就有了，而且它很好，哈，它就帮我们新增的一个，好，就是 HTML 结果，我这边有黑开始结束，好，啊，这一边的话，好，这个等于说。好，那在这边一样，好，我们可以打一个 H1 看看，好 ，H1， meta 是一个描述档，好，这个可能就是描述这份文件的内容，好，可能比较目前比较不会用到，不过在这边也很重要，好 ，meta 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内容是 HTML 或文字档，而且它的Character set 字型目前是 UTF8 好，是中文的这样子的，好 ，OK 好，好，那我们这边可能就打好，随便打，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按先按这边按存档，储存，好，那这样就 OK 的，好，那储存之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在这边有没有。先看一下这个目录。喂，存到哪里去 ？TTT 在哪里 ？OK， 好，好，在这一边，好 ，TT One 里面，那一样好，有这一个这个 H， 好，这个我们编的这个网页，好，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用这个哈，不管是用 Visual Studio 哈，或用 Notepad 加加哈，甚至用 Notepad 的话哈，都可以做网页没有问题，这样子可以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啊，里面功能还很多哈，啊，我们同学的话，课后的话可以有兴趣玩看看这样子哈。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网页制作软体做这样子哈，这个是我们一个 demo 这样子哈。好。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做完网页之后，理论上的话，哈，是不是说哈，刚才就是说放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看，哈，就是我们做完的网页要把它放在这个伺服器上，哈，就 web server 上，哈。那 web server 上是一台这个哈，等于说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网站的 server 这样子可以啊，常用的有这个 Microsoft 的 IIS， 还有一种叫 Apache 的 server， 啊 ，Apache 是免费的哈。那伺服器支援哪一些东西哈？就刚才讲的，然后支援 HTTP 的传输协定哈。那再来的话，它可以管网页哈。另外的话，有一些比较强的哈，比较强的是说它可以执行这个哈 ASP.NET 哈 PHP。甚至别种程式这样子，在 server 端执行这一些程式。那执行这一些程式做什么？就执行完的话，它可以动态产生这个网页。我们很多应用其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假如有登录这个 Moodle 网站，啊，每个人登进去的话，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或者说同学有用过那个选课系统，那登录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课程好，或内容都会有不一样哈。那那个东西都是靠这个伺服器端的程式哈来处理的哈。那未来我们也可以 ，OK， 好，好 ，OK， 好，对哈。那个等于说未来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哈写一个 server， 甚至我们写的 C 语言的内容也可以做哈。好 ，OK， 好。好，那那个陈彦虎有问题，这样整个，假如是光设计网页的话，哈，可能是哈，可能说我们设计完的网页其实是就是要哈，等一下会介绍要发布到一个 server 哈，发布到 server 哈，等一下就是可能哈，这一堂课最重要有一个作业哈，就是要设计网页跟刚才的 demo 啊，下一步的话就是我要把这个内容的话哈。发布到伺服器，全世界的人才可以看得到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看哈。好，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哈。那 IIS 是微软的哈，那它可能有一些哈，这个就好是这个缩写，这个详细我们就不介绍这样子看。我们可能课后哈，或我自己或我请学长的话，把这个哈，就是 IIS 如何操作。可以跟同学介绍哈，那同学也可以架哈，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的 Windows 都有建内建哈，不过在这边有一个哈要注意的地方哈，你要架 server， 你一定要有哈固定的 IP 哈，一定要有固定的 IP 哈，假如哈没有固定的 IP 的话哈，就没有办法，不管你要加 IIS server 哈。或要这个等于说哈，加刚才讲的 Apache server 的话，没有固定 IP 哈，别人都连不到，这样找不到你这样子，所以前提是要有一个固定的 IP 这样子比较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先跳过哈，后续的话我们再介绍架网站哈，可能那在这边的话哈，那再来的话就是也是呼应刚才同学问的，假如我们设计完的网页的话哈，如何放在这个哈这个。等于说让别人看得到哈，它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发布哈，发布英文叫 deploy 哈 ，deploy 的这个过程哈，它可以把这个上传哈，可以用一些协定上传到刚才讲的 IIS server、Apache server 这上都可以哈，那可能有可以有这个 Windows 远端的连线，有一种远端的软体叫 TeamViewer 哈，也可以哈。第二种可能大家可能有听过 FTP 哈，我们把档案上传哈，等于说，那会后的话，我也会哈，等于说在整理这一些哈，这一些上传的机制，哎，会整理一台 server 哈，一台 server 啊，让同学练习哈，练习这样的状况哈，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门课里配合这门课架一个 server 哈。方便同学设计好的网页上传可以用 TeamViewer 上传或也有可能用 FTP 上传类似这样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其实现在更进步的话是说我们其实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内容分享的平台我们的 Moodle 也是 FB 也是还有一种叫 Google Drive 就是 Google 的这个云端硬碟都可以做都可以发布网页，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可以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等一下我们就是试着 demo 哈，如果用 Google Drive 哈发布这个哈网页这样子。那 Google Drive 发布的网页不止 HTML 哈，里面还可以包含这个 CSS 哈或一个叫 JavaScript 的程式这样子可以哈，这些都可以发布哈。可是它不支援哈，像那个哈，假如我们写的哈，比如说 C 的程式啊 ，PHP 的程式哈 ，ASP 的。Donate 的程式哈，类似这样的东西哈。好，那接下来这些是一些步骤，我们实际哈，我希望能够实际操作看看这样。看一下哈。首先哈，首先当然你要哈在这边，看一下这一边哈。首先你要去申请一个 Google 账号哈 ，Google 账号之后的话哈，就 Gmail 账号，那你就会有这个 Google Drive。就是这个哈 ，Google 的云端硬碟，好，这边 Google 的云端硬碟，好，那再来的话，在我的云端硬碟里面，好，在这一边的这一页里面有稍微讲到，好，就是说在这一边，好，建立一个资料夹，好，建立一个资料夹，好，在这边建立一个资料夹，好，那老师的话应该是有建立一个资料夹，已经建好了，是好。这个 T 好，这个是昨天建的，今天早上建的，这边建一个资料夹，好，对，建好了，那建好之后，下一步，就是说，下一边的话，好，这个是建资料夹，这样，好，这个应该是好，我再下一步，好，那下一步要把那个，应该是。哦，在这边，抱歉，把这个资料夹，这个蛮重要的。这一边，这共用在这边共用里面哈，这东西要选，在这边要选进阶哈，进阶的话你要选这个哈，等于说，这一边哈，就是你要选哈，因为你要公开，你要选，可以选这两种，一种是。在网络上全部人都可以看得到或按开启这个都可以在这一边。那假如你选下面这一些的话可能就是说只有比如说下面这一些可能只有特定的人可以看得到他可能别人就连不上这样。所以通常假如你的没有什么神秘的话你的网页通常就选公开按储存那按完成好。好那这一边的话，这个是这一边哈。好，那现在的话，问题是说我目前只有一个档哈，刚才做的没有放上去。那刚才做的要放上去怎么办？在这一边看一下这个可以吗？好吧，这个不保守，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是放在这一边吗？不是。要放哪里？修改日期。点做到。好，应该是在这一边里面有一个哈，当然是哪一个哈？应该是这一个哈 ，T1 这一个。TTT 是刚来的，就是昨天用的哈，我把它复制到哪里哈，复制或者说这一边，看看可不可以拉到这一边，拉到这个云端硬碟这样。OK， 好，好，可以拉上来。好，拉上来之后，好，可能在这边，可能在这边一样哈，共用，我们看一下。那进阶看一下是不是说全部的变更啊，所有人都可以用，好不错哈、哦。这样子的话哈、哦，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哦、好，那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共用的连接，把它复制起来。好、哦，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哦，这个东西。哦、OK。
放大一点。喂，操作有一点顿顿的，复制好。那复制之后，你先把抱歉，我这边用这个哦，滑鼠不太顺，这样在这一边。好，复制，我们先把它暂存起来，好、哦，这个也蛮重要的，好、哦，在这一边，嗯，你先把它存起来，好、哦。好，那存起来之后的话，哈、哦，在这一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哈，这边这个应该是对应到这个文件的一个 ID 哈，这个蛮重要哈，在这一边这个，在这一边啊，贴到这一边啊，贴上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一个直接连上去哈，我们看它会看什么东西哦。当然这个已经共用了哈，在这边这个可以。滑鼠顿顿的 ，I say， 再接复制哈，我们看一下它贴的结果会是什么哈。假如是这样 share 出去的话哈，你会看到一个是哦这一个结果哈，就刚才设计，可是它不是网页哈。它是说云端的档案这样子可以哈。那假如要看到 share 的结果怎么办？哈，这边还有一个手续，哈，这边可能还有一个手续这样，在这一边哈，在这一边，这应该是这一边都处理完哈。那最后哈，这刚才的拖移哈，那假如是要哈发布的话，就是第九个动作哈，这一边最重要这个动作哈，在这一边你要把这个哈。复制贴到这一边，这样好，希望不要漏气，这样子可以在这一边啊贴上去，贴到这个后面，贴到这一个前面这一边，类似这样好。那这个其实它就是这一边的话，做好这个就是一个超连结这样。啊，这样可不可以的？好，这个是最紧张的时刻。OK， 好，那这样没有漏气哈，我就有看到这个 Hello NCKU 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发布的网页的内容哈，用 Google Drive 去发布这样子可以哈。到目前为止这样子可以哈，我们就是说哈，可以用 Notepad 加加哈，那可以用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可以发布，可以制作一个网页哈。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今天展示可能是用这个 Google Drive 哈来发布这个网页的内容，这样子大概好。今天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南部的同学哈讨论，所以我们就简短的哈介绍到这一边这样子。好，这个远端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给 OK 好，就目前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给目前介绍的内容 OK 好。没有问题，我们有一个作业哦，有一个作业哈，今天有一个作业哈，就是要同学的话哈，可能你可以哈，看来做网页应该是不难哈，啊，可能就是发布比较难，要感觉一下这个哈如何发布哈，可以用 Google Drive 发布哈，那再来的话会后我会提供另外别的哈，可能用 TeamViewer 哈或 FTP 的发布机制哈，发布到一个哈不是。Google 我们常用的比较常用的这个 server 的机制这样子，等同学的话可以等于说到时候的话也可以试着看看，我会把这个另外的发布起来，可能是我录把它录起来，或别的同学别的学长姐来录影这样子，在这一边。所以我们这一边的话，今天的话又有另外一个作业这样子，在这一边，可能在这一边这个就是有一个网页发布的作业这样子，好，可能在这一边，好，可能就是好，这发布的话占总分
十分这样子，好，啊，假如你能够穿上去，可以看到刚才那个 hello 的话，哈，好，类似这样一个简单的就五分，哈，那再来的话，是网页里面是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哈，它其实可以很多，哈，可以设计的很酷很炫，哈，你可以用，哈，刚才有稍微讲过，你除了可以加 HTML， 你可以加 CSS， 可以加 JavaScript， 哈，可以做很酷很炫的这个网页，哈，啊。到时候的话做好之后你就上传，上传到这个比如说这一边，你可以在如果上传可能在这一边可能，欸，我看可不可以用学生的角色跟同学讲一下如何交作业这样，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变成别种角色，角色设定变角色为学生，啊，可不可以 ？OK， 好，好，那如何交作业？哈，交这一个就很简单，哈，交这一个的话，哈，可能在这一边，哈，可能假如要交作业的话，哈，加入角交，哈，在这一边，哈，啊，在线上文字里面，你的话，你就把你这个。啊，确定可以连这一个，确定这一个贴上去，好，好，复制起来，好，确定这一个可以连接这个，好，贴到，好，这边有一点复杂，好，这边可能，好，像这样我按，哎，可以贴上吗？哎，贴不上，好，贴不上，这边要注意一下，好，在这一边，可能按这一个。按了一个 HTML 之后，你就可以贴，好，贴这一个，好，贴完之后，好，按更新，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作业就缴交了，好，作业就缴交了，这样，好，作业缴交，好，储存更改，好，好，那缴交之后，好，假如是老师，好，等于说，好，老师来看的话，好，这边来看的话，我应该就可以看到你那个连结。好，在这一边，等于说好，这一边就看到哈，以老师的角色，我就看到有人教人啊，一个人教哈，就老师自己教哈，在这一边哈，那，啊，可能在这一边的话，我可能在这一边可能看一下啊那个角教的内容哈，在后面应该是可以看到哦角教的内容这样子的。对啊，这一个东西的话，我就可以抠起来。抠起来的话，哈，比如说看这边，贴上去。OK， 好，那这样我就晓得啊，你真的有发布成功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好，好，所以对这个作业交这个作业的缴交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哈，当然你不好不建议中设计像老师盖 demo 这么简单的这个网页哈，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只有五分哦，你可能可以设计更复杂，至少。贴一张图啊，贴你的相片也很好，这样子的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这一个哈，大概，哎，不是，就是超连结哦，要等于说你要发布之后啊，把那个超连结上传这样哈。还有一个那个共用连结，你共。在场的同学有问哈，你这边有一个共用连接，复制贴上之后，它的效果应该是类似哈，类似这样，嗯，就是哈，类似这一个哈，在这边 Google Drive 哈，假如你直接打开哈，在这边，效果应该会变成这样，好，就是假如是共用连接贴上的话，它会看到你这一个档，好，类似这样，那可能它就不是那个。网页的格式至少它是看这个文件，所以就不是这样的格式，所以这个
是同学要确保就是说哦，它实操连结可以成功，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是这一个作业哦，还有就是我们第一次哈，应该是前一次的作业哈，这边可能这一个可能就不太一样哈，这个东西的话哈，可能就是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这边是要上传一个档，这边的话就是你的程式哦写好之后啊，整个压缩起来上传，哦，整个压缩起来上传，哦，这个哈，哦，另外这一个东西的话是要把你的哈。哦不管是用 QT 设计的专案，或者说用 Visual Studio 设计的专案，整个压缩起来上传，老师才能够下载之后解开你的专案，自行看看有没有问题，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今天的话介绍的帮你网页发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